圣诞节到了，百货公司打折，小王和小李相约去购物。商场里人很多，他们很开心的买了一些服装和节日礼物。逛得累了，就去吃饭休息。这期间有一些简单的对话，下面大家跟我一起朗读。猫老叫。圣诞节，百货公司打折，我们一起去购物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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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呀。我们明天下午去吧。好呀，我们明天下午去吧。好呀，我们明天下午去吧。好呀，我们明天下午去吧。这个牌子的运动鞋打7折，很划算。这个牌子的运动鞋打7折，很划算。这个牌子的。运动鞋打7折，很划算。这个牌子的运动鞋打7折，很划算。这件红色的衣服很配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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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去1楼看看衬衫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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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电梯人太多了，我们走楼梯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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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热了，我去买饮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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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要什么颜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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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色的很漂亮啊，白色的很漂亮啊，白色的。很漂亮啊，白色的很漂亮啊，请把那个给我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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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套杯子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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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件风衣可以试穿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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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尺寸不太合适，尺寸不太合适，尺寸不太合适，尺寸不太合适。有小一码的吗？
有小一码的吗？有，小一码的吗？有小一码的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没有货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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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能补货吗？你们能补货吗？你们。能补货吗？你们能补货吗？这条领带和这套西装多少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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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请问可以退货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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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7天之内可以退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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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太贵了，你们有打折吗？这太贵了。你们有打折吗？这太贵了，你们有打折吗？这太贵了，你们有打折吗？能够再便宜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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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抱歉，我们是不讲价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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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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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金还是刷卡？现金。还是刷卡？现金还是刷卡？现金还是刷卡？我需要把包寄存，有寄存处吗？我需要把包寄存。有寄存处吗？我需要把包寄存，有寄存处吗？我需要把包寄存，有寄存处吗？手提包可以随身携带，入口有手推车。手提包。可以随身携带，入口有手推车。手提包
可以随身携带。入口有手推车。手提包可以随身携带，入口有手推车。我的剃须刀不能用了，我想选购一个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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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对哪个牌子的剃须刀比较感兴趣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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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选一个质量好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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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牌子的销量很好。这个牌子的销量很好。这个牌子的销量很好。逛得很累了，我们找地方吃饭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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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呀，我们去六层吃重庆菜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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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习一个象形字。山，它像是连绵起伏的山峰的形状。